点赞和订阅都按一下哟。Hello。嗯，哈哈哈哈！如果在这个地方开一个圣诞主题酒店，生意一定会很好的哦。现在就把酒店装饰成圣诞节的气氛吧。哟吼！欢迎光临，这里就是圣诞主题酒店。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！哦哈哈！哇，这不是圣诞树吗？请你听说这里有一家漂亮的酒店。啊，哦，在这里。圣诞老人你好，我的名字是基尼。欢迎光临，这里就是圣诞主题酒店。哇，我很想亲眼看看圣诞老人，可以和我一起拍照吗？哦，当然好了。非常谢谢你，今天基尼想在酒店住一晚上哦。非常好。那好的，给你100块钱。哦，好，谢谢你。请问圣诞主题酒店里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呢？我们酒店有最豪华的房间和最豪华的圣诞树，并且它还可以唱歌呢。哇！哇！哇，圣诞老人正在唱歌呢。不仅有这些，还有好多好玩的东西呢。真的真的太好了。好，那么请你进酒店里看一下。好的。感觉这个酒店的房间有点小，唉，走了好久的路，现在有点累了，躺着休息。啊，哎呦，哎呦，好累呀！嗯，怎么回事？因为房间太小，我的脚都露在外面了。圣诞老人，圣诞老人！哎呦，哦，有什么事情吗？因为房间太小了，我的脚都露在外面了，怎么办呢？哎呦，不要担心，客人，我来为你解决吧。哦，等我一下哟。好。哎呦。来 ，what？ 五，解决。啊，这就算解决了吗？哎，虽然感觉有点简陋，只好这样了。哇，房间里面有漂亮的圣诞节气球，请你来吹一下气球。哇 ，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.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. 呀、yeah!。玩玩圣诞节气球，感觉好无聊啊！圣诞老人，圣诞老人，哦，有什么事吗，客人？基尼现在感觉好无聊，有没有好玩的东西呀？我们酒店特别准备了圣诞节角色体验项目，圣诞老人、土豆夫、雪人，你想体验哪种角色呢？啊，有那么多角色呀！这样的话，我选鲁道夫啊，不不，选雪人啊，不不，圣诞老人，体验圣诞老人。好，那么你跟我到这边来吧。好。这里就是圣诞老人的房间。哇，门上还有圣诞老人的脸呢。现在就进去体验吧。好。哇，我的天哪，里面好多圣诞老人呢，非常感谢。好。好有圣诞节的气氛，真的好漂亮。接下来玩什么好呢？天哪，我变成圣诞老人了。聪明的圣诞老人一定都知道谁是善良的孩子，谁是坏孩子。呀吼！圣诞老人，见到你很开心，我是基尼圣诞老人。你来得正好，我们没有时间了，要赶快包装才行。哦，要包装吗？嗯，这么多礼物都在包呢。我的天哪，什么时候能包装完呀？今天要全部都包好，明天才能去送礼物，快点快点。啊，这些礼物今天之内都要包完吗？当然了。哎，那我不当圣诞老人。哎呀呀，你不能反悔。我不是圣诞老人。哎呀，快点，缺少人手，快来快来。哎，快点做，而且还要仔细的包装。基尼现在已经觉得很累了。哎呦，真的好累，当圣诞老人太辛苦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哦，好，做完了。圣诞老人，我也做完了。基尼很棒吧？做的真棒啊！快来不及了，得赶快去送礼物了。带上礼物跟我走。现在吗？当然，快点。我还没有休息呢。嘿咻嘿咻，
要的啊。接下来把礼物悄悄地送进去吧。好。你跟我来吧。好。好，这里就是鲁道夫的房间了。鲁道夫真的好可爱。那么接下来吉尼会变成可爱的鲁道夫吗？那是当然了，现在就去体验吧。好。哇，有好多鲁道夫呢。朋友们你们好。鲁道夫的房间到底会有哦？天哪，这次吉尼变成了可爱的鲁道夫啦，好开心。鲁道夫红色鼻子，闪闪发光的鼻鼻鼻鼻鼻子，哈哈，耶吼！哦，圣诞老人，哦吼，哎，奇怪了，鲁道夫你怎么在这儿？一会儿我们得去包装礼物，快点走。啊，你让我去外面吗？比起圣诞老人还是鲁道夫更好玩，那么吉尼鲁道夫在外面等你们啦。哇，是鲁道夫，天哪，鲁道夫朋友们真的好可爱呀。但是呢，吉尼鲁道夫是最可爱的。你好朋友们，我是吉尼鲁道夫。可是朋友们，你们送过几次礼物呢？来来来，现在到了该送礼物的时间了。天哪，这些都是什么呀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10、10个哦，20个吗？竟然有100个呀！嗨，这次的礼物不算多，快点给小朋友们送礼物去吧！快点，快点，来，走了，走了！我快快、哎，我知道了。好，往右边，往右边。哦，左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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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哎，快点！好，快点，来不及了。好累呀，圣诞老人。等一下，我们休息一下吧。哦，天哪，圣诞老人已经自己去送礼物了。啊，这可不行，趁着现在吉尼要快逃跑。圣诞老人，对不起啦。好累呀，当鲁道夫也不行啊。吉尼还是去雪人的房间看一下吧。圣诞老人，圣诞老人，圣诞老人，客人，当鲁道夫也不适合我。我还是去雪人的房间看看。哦，知道了，我带你去吧。好，我走吧。Hello。好，这是我们酒店最后一个雪人体验项目。哇，当雪人真的好棒啊！现在就想进去。好，现在就进去吧。哇，雪人的房间正在下雪啦，我来啦。这里是哪里呀？哎呦，怎么感觉身上这么重啊？哦，天哪，我变成雪宝了，好开心。 Let it go, let it go。 天哪，我怎么突然动不了了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啦啦啦啦啦，哦，哇，原来是雪人啊。不是不是，我不是普通的雪人，我是雪宝。哎，明明就是雪人。好的，那么我要把雪人装饰得更漂亮了。不要啊，我现在已经很漂亮了。那么我们玩打雪仗吧。打雪仗，好的，一定很好玩。哎呀，看我的！咦哈！哎呦，好，雪人看我的呀！雪人，现在时间太晚了，我要回家啦，再见啦。我还想再玩一会儿。OK, bye。 玩打雪仗真的好有趣，当然是吉尼太累了，现在我要回到酒店啦。哎呦，
圣诞老人，感觉现在好困了，请你想睡觉。快点回去睡觉吧。好，非常谢谢你。那我也睡一会儿吧。哎呦呦呦呦呦，哎呦！我这是什么声音？我的天哪！圣诞老人和鲁道夫正在天上飞啦！哇，真的好美呀！客人，到了该起床的时间了。停下吧，停下吧，我起来了。非常谢谢您，明年我会再来的。好，下次我们会准备更多角色体验的。圣诞节快乐！圣诞节快乐！